哎，各位同学，啊，这样代志把那个手机呢关静音。啊，那无咧做生意的吼，无咧把紧啊把它关掉吼。包括我自己现在把它关掉，因为大家很难得来一起上课了。的确，各位来上课不简单哦，对不对？我也请假啦，阿伟生意无做啦。啊，伟哥安那呢？爱忍受吼，边个人冷言热语啦，甲你问看头壳发烧无啦，啊，上个什么课吼？以前我们在社会上一上就几十档个啊，晓得无？但是以中华民国教育，啊，今天我们台民政府，这个教育是很简单呐、啊，袂当讲啊，你我来三日，过来一个三日，过来个三天。就会学到什么东西啊？但我讲我们这个是速成班呐、啊，迄只个速成班你知影吼？吼啊，紧个好起来吼，迄个迄个速速面嘿吼。为什么？因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多的时间，过你读迄个中学，啊，读迄个高中，佮读大学，没有那个时间通互你读个啊。那我们唯有把它浓缩。把你上掉，甲各位讲，所以什么需要初级班、甲高级班？啊，咱来这家上掉，就要学那个法理、法律啊。尤其法律的时候，长时间的时候，那个中华民国的教育吼，拢把我们的历史真相拢扭曲掉，拢歪了掉了。尤其你啊读中国历史吼，即马来想起来，都两个中国啊。即个即卖对方迄边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简称叫迄个 PRC 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另外这边的 ROC 啊，因为教的书，你这边教的和那边的读的无同啊。你来读讲吼，的情怀是讲感情吼，哎，一边的是甲讲，那是民族英雄啊。咱这边读的是讲李自成哦，李自成是创者啊，你一边讲是的民族英雄啊。我这颠倒变野咩？所以唐杰的书是拢当权者吼，当冤家，你是啊？所以咱什么历史的时喏，尤其咱台湾历史喏，一切当冤家下，和咱以后都有一个错误的。你看最近的啊，咱也当讲是当权者的下历史无？你看因咧因讲抗战的啦，最近啦，国民党的含迄边的共产党的吼，这两个口罩的。这种考察的开始，伫了大陆的时喏，伫渐渐啊，即阵七十档啊，一个是咧武备山，但最后呢，军官者的时喏，伊说了算啦。恁各位在最近的报纸看嘛吼，咱读个种八年抗战啦、啊，你看八年抗战的时喏，一个旧的时喏，咱若登别过来呢，那八年抗战呢，啊，其实看八年抗战呢，迄、那个日治大战的时，伊以前抗战中国大陆。那时阵他们伫遐舞的吼，拢加加嘞。嗯，啊，即摆佫话中中哦，佫舞者较早嘞，讲十四当的十四年。嗯，啊，这历史哪一个是正确啊？你莫讲，因即摆一点吼，讲小声啊，就讲开罗宣言了有无？迄、那个开罗宣言伫咱这边谈吼，就蒋介石啦、丘吉尔啦、甲罗斯福，但本来佫一个，一个国家苏联，迄、那个斯大林啊。但斯大林的袂愿来啊，因为讲老蒋的伊都无爱就对了。哦，迄个时阵因为共产党吼，伊是支持迄个阿毛的，所以老蒋的出色伊都无爱。但是咧，首先讲咱咧读历史讲三巨头，就是三个啊。即马蒋介石为着要抢这个美国的时阵吼，嘿，插一卡落啊，讲毛泽东老参务啊。你也想讲，从这历史是变啊？咱今咱知影，过过三十档、四十档了后，伊人读来讲，唔对，阿毛要参加开罗宣言，但伊即摆人来赌啊，橡皮都无认哦，伊讲也无签字啊啦，你知吼？安尼乃是正面讲好，安尼好，你若该知影开罗宣言无签字，因为着讲阿毛诶，会插一卡，因家己讲，嗯，啊，迄阵也无签字，啊，没有错，迄个是个宣言尔，没有签字。啊，没有签字，没有任何效力啊！打公共的呢，
所以各位，咱在读法律的是怎样？因为这届九三年的阅兵的时候，吼，连家己也讲出来，我也无签字啊啦，无签字。你看，怎讲老蒋哦，为了阮阿嬷老去参加呢？你看笑死人哦！这咱看会到历史的个安尼啊，啊，那迄个看袂到历史的时哦，为讲咱啊，咱也拢炎黄的子孙呐、啊。包括三月份的时候，行动的每一名带十外关左边去啦，那是讲吼炎黄的子孙呐、啊。要回来的时候，做着原住民抗议。我原住民的比恁较早嘞，什么四五千年、历史年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比恁较早嘞啊！啊，什么拢炎黄的子孙呐、啊？阿伯多，落一批去大雅的时候，啊，要做中共的走狗迄批人，就甲咱一寡遐原住民鬼也唔知会带出去。所以咱自古以来读的历史就对了，哦，尤其讲为因为皇帝炎黄子孙的时候，各位，我想在座咱。读过册拢知影，你会感觉讲有效无啊？了咱的时间呢？应该讲诶，为皇帝啦吼，因为皇帝啊，就虚拟诶，唔到皇帝无啊，大陆诶子孙，皇帝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，各个来中华民国，各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所以你看中国这段一系列这个历史的时阵咯，好你感觉讲，嗯，啊恁即摆读诶迄，也即算。外国史啊呢，这袂当算咱的，咱台湾史内底，这外国史，外国史，但是呢，又最近因共产党、国民党在咧抢迄个美加时呢，咱来讲阿海啊，咱做的读的书吼，拢是共产党强权者一下的书吼，所以无法当正确性了。所以由于这届是咱啊，感觉讲海啊，咱台湾啊，经过五十党、三十党吼。迄个历史的时喏，就变模糊掉去啊！那照你讲啦，讲你无签字，我无签字，你咪插卡落，说讲安尼吗？啊，因为伊讲无签字，所以更加咱强国无力。对，卡落先无签字，迄表示来公共的尔，无算数。唯一台湾这个地位时呢，就是伫迄个九三合约嘛。各位出去办时哦，各位江苏那几间来讲过。那《九三合约》内底是煎熬哦，就是1952年，你要看1945到57当啊，这个中间的时候虽然煎败了，但是呢，合约也无签，也无遵守，还个来小战争啊。我当然是当然是合约无写，所以伊个1951年的时候四月二八签约《九三合约》正式，于是世界大战就正式结束了。所以就那合约内底23条有啥？美国是主要占领国啦。所以今仔咱谈民主有啥物？通过有几百，有几百通去过。你是美国是占领国咧，而毋是中华民国咧。所以当初的时阵，大家记咧哈。1945年的时阵，因10月25是过来接管哈。因为中华民国迄阵也是盟军内底，伊是属于远东军啦。远东军的。原是什么人？就是蒋介石。啊，盟军的最高司令什么人？就是迄个什么人知道？麦克萨。所以麦克萨一见到是用一号令，你过来，你远东军的司令，不是叫中华民国过来啊。所以大家法律也是要清楚，就你那即卖就该混淆社会嘛。是你蒋介石以远东军的司令过来接他，哦，就接管。所以接管的是该避做啥呢？比如讲，我来接收了就讲，一台湾将我来接收，其实来受降啊，所以家你用功夫，这是错误的嘛。所以即卖就高中生起来讲吼，课纲微调有无？过去课纲微调，我想讲我奇怪，这高中生吼比以前我较明呢。哦，我迄阵也是咯，高中起来了，佮读军校吼，我故意吼，这个不亮啊。哦，有了，哦。我就为了乐观吼，我高中迄阵也想，中华民国是外来的政权，走路的，吼，对共产党迄种拍牌走落来，啊，顶上位派人哦，成个乞家兵走过来。伫我迄阵观念是安尼，但是老实讲，对整个迄个国际局势也好，也是迄个政治无足清楚。伫囡仔想法是安尼的尔，所以感觉今仔日，我迄阵要主张讲这个赶出去，啊，要主张台湾独立。啊，这是错误的想法，但是伫囡仔迄种的想法是安尼，所以我讲入去就到十五档吼。但即卖只高中生的是奇怪呢，
因看到他的书来底时哦，哎，无同款呢。伊虽然微调，小啊调尔尔，对不对？伊对咱讲微调，歹势哦。共产党对国民党哦，就大调啊，就对啦。一条就过到大条过，啊，咱是微调尔尔，一大条啊，把空前规个时拢调做是共产党功劳啊。因讲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哦，在正面咧打日本呢，啊。中国共产党是后方吼，咧歼灭遐日本军啊！头前你咧拍迄个，要后壁要那走后壁，所以迄个树因咧吓你嘛。啊，所以咱就感觉讲足趣味的吼，就今仔日国民党甲共产党这两口罩，这两兄弟啊，一个伊甲国民党挂出了，伊残杀因大陆遐同胞啊！你国民党统治下时呢，6000万人哦，这应该是公布的。最少死6000万人，就是食国民党的头颅遐就对啦。伫国民党迄阵啊，咧统治中国大陆的时阵，遐个人总该是走了因的多山。佮另外呢，就都杀人啦。因为1949年伊走路了，1950年汉奸，各位在知汉奸发生哦，因为汉奸发生了救了老蒋的性命。啊，若无汉奸发生的时吼，美国可能就处分就处理。蒋介石到底要走一队呀？因为台湾片我们是伊个嘛，啊，所以伊阵啊，当美国有一个想法，讲无送伊菲律宾啦，哦，当然无承认的事实啦。但是伊伫这个所在，都发生汉奸，汉奸的时呢，共产党利用啥呢？利用国民党军较早走袂出去，即大家要投降的，和共产党的即大家也边边的。重新编编了是拢上一行政，因叫做啥呢？抗美援朝，抗美的对抗美国帝国主义啊，援朝的朝的朝鲜呐、啊，就是即卖韩国。伊用这个机会就到杀人，这些人我要对抗美帝，啊，所以这些人百万大军去哦，拢向他哭啰嗦哭啰嗦哭啰嗦，你就到杀人哩啊！无这批人要杀遐济人来去咯，所以遐老百姓是引起来。叫做用地方啦，人民公信嘛，迄人民公信真可怕嘞。人民公信的时候，你伫地方内底哦，你中央唔知道，迄个地方是罗马产地，你唔知迄个地方是鱼肉乡民呢，啊，迄个所在是特务啊，你都唔知啊，在地方的人知啊。所以啊，讲起来先哦，利用地方的是人民公信哦，拢拢前前后后杀6000万人，你甲这边国民党吃头路就对了。啊，个遐军队的部分，我可以用汉奸的心吼，个伊有杀一回个，所以阿强为什么因为新的时代咧换，所以把旧时代遐个人的心哦，拢哭啰嗦哭啰嗦个。但是国民党都往过来遮的时阵呢，伊利用机会啊，换台南台湾人，所以伫1947年的时，甲咱残杀甲记录了咯，数字偌济唔知啊。咱这少年唔知呀，那你从我年纪也个前后拢知啊，叫做什么叫做228的对了。二八的1947年呐，2月27日暗，一个灵感卖露宿伫咧延平南路遐咧摆一个鸡啊，咧卖荤的你知啊吼？哦，较早咧卖荤拢伫咧用只荤鸡啊，娘娘。结果呢，一个技师咧讲袂叫的，姓刁的啊，无代无志，唔知他拍死廿千啊。但咱即摆拢无伫现场啊。唔知道到底是安那冲突，安那的死唔知啊。第二七暗，但为什么叫做二八？因为过日的是二八灾的时阵咯。吼、哦，迄人啊是愈来愈积愈侪啦，都唔知有滴听到的讲，吼、哦，迄、那個、阿婆还是无代无钱吼，迄、那个一个外里的台戏啊，从啥啊大拢要看，一点点，一点点了是开始吼，从啥呢？从造成二八事件就是遐人。拢伫咧为北部、中部一直个南部，阮南部传来个当时3月7日，3月7日个传来阮高雄，即讲迄阵也是喏，死伤也真济啊，家己死伤也真济啊，有无？吼、哦，各位若住伫家己，即火车头拢拍个密码吼，阮高雄也是高雄爱河边啊，作者拢迄落血流成河啦，吼、哦，然后派代表去秀山顶诶，落去彭文吉做苏联啊。哦，因即卖个彭英刚啊，最近的时喏，爱参加九三的阅兵啊，
一个姓彭英刚，迄个彭敏锦后生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一挂人物，伊拢继承伊过来。你伫即个家国民党，你做一个要塞司令啊！你的结果，你后生即马还没平伊台咧，吼，恁你我我。所以伫咱上个感觉遗憾的，甲感觉足悲哀，就是你国民党甲共产党两个国共这两个兄弟啊！在中国打那拼拼输，你拼输过来吃是，搁台湾吃来吃啊！台湾的秘诀啥呢？迄那人讲，迄叫做种族，种族就对了，迄叫做种族的屠杀，你知影无？但即马无人过这啊，这以后就慢慢来，知影讲这条小是免哪算。但当初美国过过来的时阵，哦，伊就把个咱的即马新闻就拢盖过啊，有无？迄新闻上。咱必须要讲啊，咱的新闻前的时，刚才1946年一月十二个人改过，用行政命令改。所以咱即摆用的迄个新闻前，是中华民国无经过咱的允准，无主动也无主观，阁无合法的。所以咱今年三月一八，阁再次阁个别国的，因为这就对了，以行政命令两年啊，行政命令。所以这咱啊，咱个人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的政府真充分。你用一个行政命令把咱所有心情拢改过。我讲的时吼，必须有来讲嘛。我奇怪，咱那阵迄落是一对狗仔的时吼，你生出来会变成猪仔出来吗？无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你讲咱的是大人，唔压着日本人，啊，怎么生出来才变煞变中国人一样？就这个道理，就是应该咱改过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国民党是走路来这来这。把咱屠杀了，咱都个一个盖严，就变成白色恐怖。好，我用这個白色之刃哦，个就变成了白色恐怖。白色恐怖的时阵，你会怎样呢？你在做，你来现在讲一讲啊，国民党安怎啦？啊，蒋介石安怎啦？你讲的是暗时啊，你就不用所以啊。所以我讲第一个时代叫做白色恐怖，咱在做即个家啦。无经过迄个白色恐怖的恐怖，我利用这个机会呢，吼，各位需要知影一下吼，因为你在学台湾，当历史的时吼，必须啊知影这段，迄个白色恐怖，就因为伫这时代戒严了38天啊，二八了的时吼，咱台湾人的精英啊被断层啊，迄个台了的时吼，大无啥甲人插政治啊，是有一寡只从迄个，我这囡仔唔惊好啊，这个甲母的吼。较慢慢啊，一直台湾的时候前仆后继的去，你后壁阁要人啊，你还阁后壁要人啊，这变来到尾啊，戒严啊，戒毒条也行哦，阁英俊哦，大概会当选举啊。这其实讲的民主开放，独裁政治内底的时候，唔是家己有迄个风度不等，讲我要主动变呐，无可能。有做人权呢，咱来讲讲天赋人权呐，但人权其实个爱争出来。无当白白要死下好你个，你咪争取即个会当选举的时吼，是偌济人牺牲诶，哦，就是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啊，为了你爱枪毙诶，所以今下造成这個台湾，但这個台湾的时呢，这个地位拢无解决，啊，这個地位解决的时吼，一当过一当过，过来是即马放伫尾70天啊，如此大战较近诶，蒋介石有偌济人参与这个所在？因为用反攻大陆这个口号啊，咱就打算去做兵啊，要反攻大陆啊。什么人违反反攻大陆，就爱抓去关啊，啊，无就枪毙啊。这个政策什么人因定出来？什么时候要反攻，无人知呀，因家己定的。啊，当时不反攻大陆，咱也唔知，拢家己定的。所以咱伫一个政策，政策叫做白色。我讲这个白色吼，白色的，这個、白色你看无？但是这政策杀人，咱啊乌色的看有啊，哦，迄个乌刀的啦有无吼？啊，乌刀的两眼不顺，啊，就打打杀杀，拢过一年嘞，对不对？迄乌刀太呢，哦，黑心啊，黑心伤人啦，吼，这害人呀，这种属于较乌，你个人看有啊，有你检查会出来，这咱会当大量反对的，所以就乌的，但是白你看啊无，迄个白色的。白色不是个人对个人、啊、它是一个整个政策。但政策用来非法，爱该当作合法。
所以白色的是这个政策是喏，太阳开始恐怖，所以用白色恐怖，所以这个白色恐怖，你这个所在，哦，一戒严38天啊，我这样在这戒严内底，为了反攻大陆的心哦，迄、那个家破人亡，我去做兵啊，奇怪，咱有啥爱做兵？你要效忠谁？效忠中华民国，但你流氓政府啊！啊，但咱都唔知啊，你无去做兵，该抓去关啊！所以咱就说啦，哦，戆戆，啊，美国若要干涉啊，嗯，恁即个即个人就替我保护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导弹的时阵哦，恁家有人替我顾，啊，恁也无人反对啊，也无人抗议啊啦，对不对？但是今仔日咱知影，咱也反对，咱也抗议，咱也提告。在这个时间里面，为了反攻大陆，事实上伊无要反攻大陆呢，因为1954年的时候，因美国是签一个中美防御共同条约的过大陆海峡啊，第一舰队。各位啊，你去向我相信啊，你是啥第一舰队啊？你在第一舰队登陆的时候，阮高雄七连罗呀，哦，七连罗尾呀，几条那拢叫做啥？酒吧街啊，吼、哦，酒吧街了，几条两边哦。拢是迄落酒，拢开酒吧啊！拢应付了美军第一舰队遐人啦，落欢喜，落走遐台饮酒作乐的。第一舰队撤退了，遐几个拢没落，拢收收起来。你来带你高雄，你知影？叫七连路遐，七连三路。那么当初的是第一舰队来是讲，老蒋会参讲呢，唔当我阿强过来，啊这边呢也无要过，嘿，啊拢骗人呢。拢骗人讲的时吼，那么有没有反攻大陆？啊，你反攻大陆是恁遐中国人的代志啊，是恁这走路的人的代志啊，这和阮大陆有啥物关系？但不是诶，伊该利用是讲你恢复我国的国籍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安恢复国籍？我那是，我本来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我本来就是本人的啊，啊，要恢复国籍，恢复清朝，因为你清朝是大清帝国的。1895年挂火大日本帝国的嘛，啊，无要恢复国籍，恢复阮大清帝国啊，啊，足奇怪，伊讲恢复国籍，所以这样赢就是安尼啊。你中华民国迄阵1912年还袂出生的，你中华民国还袂出世的，我你算日本人，你想来讲恢复你的国籍，所以呢，无合道理。所以因为咱台湾人，迄个体育这边的是迄金门妈祖，咱的师兄偌济。咱的人第一大兄咧过海花，迄、那个头有摸伊，耳仔用挂伊个，啊，迄阵啊，伊水鬼啊，中国迄边水鬼啊，给头摸啊，好对不对？啊，咱这人要水深馒头，所以咱台湾人一直讲，赶过来要反攻大陆，好，大家一点点做兵，啊，要抽伊金门来金门，但是你当时无要反攻大陆啊，是啥物原因无要反攻大陆啊？咱都唔知呢。这个政策随在伊咧变动诶，各位还阁知未？阁较早连咧变数变来写反共抗俄啊，嗯啊奇怪呢，连反共抗俄无伊啊，啊是啥物原因无伊？反共抗俄在蒋经国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阵呐，抗俄因某苏联人啊，嗯啊要抗俄都抗到梁家去啊，啊所以咧规拢插起来啊。所以政策是随人个人底下咧巧啊，你知影无？所以阮从开始咧读这些咯，反攻大陆就杀猪拔毛，啊不咧反共抗俄就控苏联，并且这政策拢无伊啊。所以有那咱伫这个政策内底哦，偌济人牺牲伊啊，啊咱大拢无多伊啊，真正无多伊。到有你个选举的时阵，有所有本土的民进党起来。咱也加一个足大希望呢。你讲，这民主拢是咱本土的，所以一点点，咱个坐过落去，那当然爱参加咱本土的。所以咱加入民主党，同时间内底咧，南征北讨了，大小的战役，我们都参与。为什么参与？因为前面讲的是，这国民党是外来政权，你若无离开台湾的时阵吼，因有潜伏的，一直拢招待咱台湾的。领地咱台湾呐，啊，所以咧，既然咱无当用武装革命，就较早阮想要读军校时就是安尼啊，吼，阮读个军校，就讲看来学一挂功夫啊，个功夫学无成，就要服役啊，
吼、哦，啊，就干嘛想讲，嗯，因为伫内底读到了希特勒传啊，希特勒各位大家知吼，希特勒是伊那是为着要推翻迄个德国皇帝，来抓伊判死刑啊，但伊一直揭露出来的时阵，伫这个帕普内底啊，哎，帕普内底吼。来的作者哦，就以后这个纳粹有无？迄个复合，迄个纳粹党诶啊，因在讲，这些哦，以后会像做政党啊，做政党用双机的心哦，会当来推翻啊，换政权怎啊？你公共的心，哎，伊都如何处理呢？希特勒是本来要用武力的啊，来他们看到阮小强要读军校，用武力的来解决出来了，就改变。用既然的政党，会当双计来推翻的时阵吼，伊拢加入了团体，而且佫讲啥？迄阵内底哦，做的是先入为主了。伊阵啊，有人讲啊，讲因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的时阵吼，是因为吼犹太人吼出卖啦。吼，即句话深深吼，许多人是拢记掉嘞。所以当开始咧反杀欧洲的时呢，几百万人的犹太人吼杀死就是安尼。即有得足奇怪即吼，即。即有当咱来读这段历史的时吼，会作感慨，几百万人去大家，就安尼，吼个人的迄落人安尼落台死，啊，所以一阵啊，因为希特勒改变的想法，啊，所以有当咱伫解读出来是，那伫受着希特勒这种想法，既然会能改变政体，唔免老会老弟的，干那用选票、用音啦，就能改变的，诶，何乐不为啊？所以我们那想讲好啊，既然即卖当我常把政党来选举啊，但是伫咧选的是你啊，国民党长时间控制咱台湾的资源呐，伊伫开始即盖严即中央布置，真侪拢靠国民党食饭诶。你要升官，你也常把国民党；你要做主管，你也做国民党啊。所以部队内底拢爱国民党部队啊，即个武力的所在，法院呢，你必须要加入国民党。你爱个受着安那因的训练，啊，所以你第几级第几级，遐爱所谓遐咧教官、遐高官，拢总是国民党训练出来司法人员，拢是国民党。你要升厅长，你要升院长，无国民党拢免算。所以无怪因的考出来讲，法院是阮开的啊，也无唔对啊，哈，国民党干咧呛声，法院是阮开的，唔是无理由。所以警察、读警察拢爱国民党。所以你要看，做老师，你若要升主管，要升教务长，要升训导主任，要校长，无国民党门都没有。所以用你的主管的心哦，控制全台湾，包括农会啦、渔会啦，即个啦，鬼拢相像的呢。所以通过你的双计的心哦，人家拢给你调卡嘛。对，你算了算数，干销售会捞出来，合理啊，民间哦，有钓几些啊，就欢喜个，就是安尼啊。但当然时代在变。变到这阵时喏，民进党希望年轻的直直出来，直出来些想法，他较无那些啦，所以较无能全面控制。所以第一阵来让全面控制的时，我那个参加迄个民进党啊，连咪要控也老七的啦，老七就包括较在干委啦、立委啦、各大些啦，我通称叫做老七啦。要控一下老七的时，就不惜家己出钱个签来出单呢，就家己招来北部遮控伊。但到尾只累了，老蔡的换一批新蔡出来啊！啊，相像啊！台湾都要改变，但咱唔知咱台湾的地位是安怎？一直讲哦，会当选举啊，就足欢喜啊！哦，啊，什么调立委啊，调啥？啊，有调官长啊，就足欢喜啊！其实是垫一只骨头给恁，恁就伫遐相像啊！这只狗啊，家的；那只狗啊，家的。不管的话题，如果等一下，恁就伫遐相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咱是因为伫这个制度内底，咱这个教育内底，有感觉选举咱的民主自由啊，毕竟咱个优秀极端，迄个想法都是安尼。所以咱民进党咧长时间内底一直咧对抗国民党安尼啊。啊，但是今仔日咱谈民主，我从外了我了解讲，哇，迄种假了那里啊？为什么假了那里？因为你民进党那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。国民党是啥呢？伊叫中国的国民党，诶，奇怪呢？伊为虾米伫内政部登记叫做中国国民党？啊，你民进党登记的是中华民国民进党，
奇怪，你国民党看登记个中华民国国民党，所以你看连登记都有学问啦。伊连列这么东西，中国国民党呢，很奇怪呢。啊好啦，来，即摆你中国等于中华民国，就安尼讲诶。中华民国就等于中国，安尼真简单。啊，咧中国全世界只有一个，就是即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即大家等于伊个呢啊。所以即摆咧等中华民国简称叫中国。啊，你中华民国啊，简称啊等于中国。即摆一个对我咧讲，包括民进党即摆讲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好啊，既然中华民国中国，啊，这台湾等于中国。所以咱三等四等都要被等掉，都等死了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来读华理的时候，用很简单，啊，大家必须要把它了解，是不是呢？目前的状况是啥呢？全世界中国刚一个年呀，哎，啊，佮变成中华民国诶。但中华民国伊安呢？一个包括呢，台湾澎湖、甲金门、马祖。即卖我讲哦，伊即卖讲哦，我中国。代表者，但是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取代你说我中华民国的席次、甲权力、甲地位。所以，伫1971年，迄阵啊是联合国有做些决议无？迄个2758号的决议，联合国决议文呐、啊，就是联合国迄个席次，把迄个啥呢？蒋介石。蒋介石伊无讲中华民国，就蒋介石这个代表的席次吼，把他驱逐，唔是咱即摆咱伫咧读的讲哦，讲退出联合国啦，什么退出咧？迄咁来个驱逐，甲你赶出去啊！迄用处就是用驱逐的，你知影无？一个以前没有中华民国是用蒋介石代表权咯，所以来咧国语上呢，国语恢复。恢复中国伫联合国的席位的任何的地位甲权力，所以恢复哦。为什么恢复？就表示讲原来这条原理啊嘛，唔是代替，唔是取代啊。你这个政权你倒来啊，我这个政权起来，伊个唔是安尼哦。伊讲这本来属属于我中国，所以恢复啊，是以前和这个蒋介石占掉的呀、啊，所以现在把它驱逐好。即嘛就是在高中生的心哦，伊起来咧反对讲，你为虾米用台湾用光复共和？你若讲来自这边的心哦，来占领的心来接收，哎，这好像也可以认同哦，来接收。因为你若咧按照联合国迄个决议文，哦，变海啊咧，为虾米你若共和，咱岛你有共和以后，安尼你变中华民国的，啊，中华民国呢已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啊。所谓地理管理，算了，拢伊个啊。好啊，你替我共和来，但是呢，全世界拢承认中国是我，安尼恁呢，甲接受来做我个啊。所以才高中生会起来，伊知影这个关键是对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咱所谓这台民主会成员，你来知关键在哪里？这高中生是咧翻啥物瓦壳啊？嘿，伊进门的时候真清楚滴个哦，除了你讲白色恐怖啦，啊什么228事件，伊甲你。但你我一条条条条无去啊，对不对？下面日剧应该改做日剧啊，吼、哦！日本通牒是改做迄、那个剧的是剧游战游诶，应该改做日剧了吼。即种高中生也无啥，落迄行，伊改做用功夫的时阵哦，即高中生知影，你若功夫，就带好啊。我你中华民国我功夫台湾的，就替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共和小强嘛，因为伊伫联合国已经取代这个地位啊，所以这是关键的。我今仔日甲你讲出来，你就希望有点清楚了。无当台法律基本上，你一个合法政府的必须啥？为啥美国迄个炮耳的时阵国务卿啊，讲中华民国唔是个国家，但伊无讲清楚落呀。台湾也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伊那是无讲清楚落。但一般的人吼。特别进一步个了解，为啥美国该讲呢？因为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的，因为你没有合法的领土嘛。啊，你知吼？台湾澎湖唔是也啊，所以你不是个国家。各位，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因为台湾独立，那不是恁在台湾人的呀、啊？是不是？即卖一个是
入时美战嘛，二次大战以后，日本把迄个管辖权放弃，又无讲后边有啥物人个担心呢？军山合约内底写足清楚，对美国你占了国家第四条，又讲你有绝对的处分权嘛。所以今仔美国要处分咱台湾的时候，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啦，抓头抓尾拢无伊字啦，拢家己用嘴讲的，代表阮来啦，迄栋大楼阮来，拢用嘴讲的。你今仔是强有力，你会当安尼讲吗？所以咱台湾的是处理这个状态内底吼，尤其即马目前，这个政治环境、这个氛围啊，对台湾的选举，别别想讲，为什么是台湾这个选举是无把台湾国际地位解决过来？你敢那国民党的洪秀柱都有啊，伊讲中华民国不存在，欸、但是佫袂讲真。你有感觉足奇怪无？伊讲这实在话呢，但实在话来用拍枪，等于我们台民政府讲实在话就讲，那中华民国都无，都要走路啊！中华民国都无存在啊！全世界这个中共娘娘，那有这个中华民国啊？所以呢，你讲实在话，那是我们拍枪。所以黄秀珠今天唔敢讲啊，但是你佫讲咧，规个你来变盘伊啊，所以唔敢讲伊啊，对不对？为啥唔敢讲？很简单嘛，因为长时间内底大拢骗，无定即个洪秀柱白目伊甲讲出来，伊就要选总统，无要紧啊。我代表最高的民意，我的代表人的国民党，我要讲实在，我要讲理念尔尔啦。哦，伊甲伊讲个枪毙啊，无定爱当选啊，要讲笑话呢啊。啊，但是因为即个可爱所在的白目，吼、哦，就讲中华民国不存在，按、啊、老存在是的变两国啊咧，欸奇怪，叫佮你抢出来啊！所以我讲咱呢，长时间来，国民党好，民进党也好，包括台联也好，大家拢伫共生啦，佮前面党拢相像，共生啦，唔是共识，共生，就是大家作为撑咱台湾人。为甚物？因为你用这個中华民国虚无的神主牌啊，大家拜这個神主牌啊，爱靠这個神主牌的选举，无人佮反对啊。所以今仔日。有人讲啊，无你这个神主牌给中国看会通未啊？你把中华民国干了几下牙一落啊，落机场你人敢压起来，算你有种啊！无人敢啊！安尼你会知道中华民国存在无？你的国旗煞变作即马在遐当咧保护啊！你国民党拿中国来拢摕个枪个，拢摕个枪火啊！见不得人，但是对咱来底拢敢讲要中华民国。哎，捍卫中华民国，结果捍卫拢坑你存货来，迄几人呐拢收收起来。你有感觉讲足奇怪，咱精神分裂的，你知无？咱何止教育内底精神拢分裂的呀？所以中华民国你若存在时阵，好，安尼表示安尼全世界两个中国嘛。但为什么？但来美国政策因也是呢？一个中国政策呢？你若国内底遐，你看遐只扯哪呢？就一个中国。啊！我因为觉得中国是今仔对咱对咱内底讲一个中华民国啊，所以是咯，很无奈，因为咱呢无舞台，咱老舞台的时咯，就曾经嘛政论来当还没底下编呐，对不对？中华民国无存在，恁大陆领中华民国薪水啊，而且即卖是要阁选中华民国总统，诶，奇怪呢！你洪秀柱的是，你就讲中华民国不存在的是，你要阁选一个总统，啊二十几档来，你拢领中华民国的一万元薪水，所以讲英国的白目，但伊白目了真可爱啊，伊把这个真正的真相都讲出来啊，所以在各位，中华民国是真正无存在，伊咧死两三届啊，一届死伫，伊死伫在1949年啊，1949年南京遐吼。遐有个采集蒙牌的啊，咱个是表达出蒙牌啊。其实伊是一个条吼，一个条啊，一个条啊，对一个时代，当时，到当时结束，对一个时代的个。中华民国伫南京遐有一个条啊，伫遐啦。但咱即卖看是皮哦，都成了蒙牌的啦，对不对？伊都1949年敲伊啊。佮第二届伫恁阿国内底，伫1971年还用挂出来，还佮敲伊啊。所以我讲个心哦。中华民国在最后在台湾的时候，怎麼结束？大家拭目以待。在什麼情形裡面结束？當然，一方面有人台民政府各位，
你台湾美国新闻上，咱这个二月二八也过个啊，迄就是应用你1946年一月十日，无经过咱的同意，啊，毋是咱自愿呢，啊，无合法，你规个就敢改做中华民国国籍。所以这点的时候，咱当初2006十月二日，就必须要带咱大概228这个名额的人去告美国，甲高等法院敢判5点，咱的胜诉。就是其中一人，本土大人无国籍啊，对不？啊，这无国籍，中华民国国籍不是咱的，那是你硬强迫，硬甲咱压的。所以无国籍，搁中华民国，咱本土大人若无国籍承认的啥呢？的政府啊，无唔对，那是你中华民国的。所以伫美国法院判决的时吼，伫呾符合着咱今年个国籍哦，咱今年国籍的最后。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，就是咱个人最后个罪了。虽然各位，今日来上这个国际班的时阵哦，我看上头啊，恁大人记在脑海内底。外国人的作者甲你疑问啊，讲你为什么上台民政府？台湾的这中华民国政府啊，而且个即马民进党要执政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恁是安奈，如果用一个底下咧街路赛呢啊，出来咧倒拉。啊！要哪？要黄民进都无动算你啊！吼、哦！我讲哦，这个社会内底吼，毕竟第因为这个教育氛围内底，就是毒素真深啦。来各位会当这个来接受这個，我想讲你要自己的思考。长时间内底，你的中华民教育内底是唔该你教育安呢？啊！但是事实，咱的祖先是日本人，因为日本人家统治50年啊。这是一个属性嘛？那我觉得讲，日本人的心哦，比现在比中国人诶，啊，到现在比先抵押出来，迄个无可能的代志啊！但因呢，用安尼敢做，是好个在，咱也必须咱台民政府来发觉，多用这时阵呢，关个提高啊！所以各位，原来参加台民政府是有干部拢时间，我较晚较几摆，但是恁多坐快车。我较早要达到目的地吼，拢坐慢车，直直哭骨力当啊！但恁即卖呢？哦，即卖高铁就来足紧的啊！共同要到目的地吼，我坐慢车，那到尾也到。啊，恁坐快速的，啊，到尾也是到。所以我讲，我来讲下哦，恁的福运较好啊！啊，我来遵守骨力当来的吼，忍受咱的同学，咱的病人一直甲咱考试，门关你头壳发烧无中啥话？尤其咧讲新闻讲的时阵咯，啊，即种就好用啊，较着去讲啊，是毋是呢？伊毋知这时局咧变，毋知咱真正想的是啥，所以美国该讲，你着讲本土的，你火箭所毛笔字写的咯。一头我要讲哪讲，那有可能靠一个毛笔字啊？即摆出来了，拢迄个电脑拍了毛笔字啊？一个讲在真啊毛笔字，嘿，欢喜个讲吼，咱家己原来是咯，家己的迄个天本火箭来咧。交合，你要看我交合15吨诶，家己看一下讲，真正来咧写交合呢？你知毋是中华民国几年呢？是交合15年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毋知啊。代表国家讲，你请，为啥可以代表本土诶？因为有一个界限啊，一个界限在1945年9月7日以前诶，就是你的日本籍诶，啊，无你就。以后就变后裔啊，无日本人后裔啊，伊用九月七日做界限，有道理啊。因为咧中山堂因就是迄阵来接收的啊，所以无你要用当时做界限，唔是日本天皇8月15日宣布要做界限啊，两礼拜后是伫九月七日做界限啊。所以当阮头咧叫咱去请的时阵咧，怀疑啊，讲靠，真正有这个用迄个毛笔字写的吗？诶，真正。你要跟下公交合15年，吼、哦！如果内心的表示安那呢？台面做美国该讲的，你清楚的无唔对啊！因为美国为什么呢？伊知啊，全世界火箭火最上好的日本嘛。所以你该讲哦，要证明是本土的，唔是本土的，你只有清日本时代啊。所以天人一个来要清的人哦，伊来怀疑啊！有早伊伫我三万江的边啊，有一个办公室的吼，一个怀疑啊！我讲你别怀疑，你得做你迄个请。即马九月时开始用本人啊，即国门通会知影。
因较早是咱国服务处，咱的国州国郡内底吼，拢都讲来来，啊，你若无用吼，你委托我，我来给你请落啊。嘿，即摆知啦，为教会下下令啊，袂使，你爱本人，哦，你找咱的麻烦，你知影无？伊叫咱比赛啊，伊叫开始禁止肉搏战，因为咱的心情呢，请愈济时阵吼，因愈可怕，因拢下令呢。啊！种迄台民众去请偌济啊？因不时拢咧问伊呢。咱啊，护政所的朋友啊，因为顶管拢咧问啊，问我大概请偌济啊？为什么你惊呢？就是因为咱啊，什么情愈济是变认同本土单人愈来愈济嘛。但咱少就困难多啊。唔是恁各位恁即摆来个少少啊？来，咱今要无请什么情人，三脚手看嘛呢？要无请咱单人什么情诶？你吼，你对几位？宜兰州，啊！你等于吼，最看宜兰的关庆，请什么证？该百分之百有好处，因为咱这什么证？美国人的心咯，这个第一步那准那是啦，第一步卡大准那真嘞，以后就真嘞。迄时间的问题呢？你第一步那大准那假吼，以后拢假啦。所以美国叫咱来请什么证？这部是真的了，以后就是拢真的呀。美国免去买，以后人民执政，执政的是需要用政治来处理无？咱唔知。但最后叫你清醒一下，摆在咱本土的，这是一个事实啊，事实这个真的呀。如果美国政府伊呐不敢讲，讲哎、欸，你清醒文件的时阵哦，佮佮你讲是爱佮清啥话，佮咱话就对了。我结果清的无效啊。安尼即条假，所以有人遐判官佫出嚟讲三百个啊，你毋捌看到迄三百个吼，三百块个啊，安尼就无效啊。伊即个要讲混淆，讲我那是有身份证呢，那大人身份证呢，但迄个无，迄个无美国认可的嘛。所以即批人有在悲哀，啊，佫真苦就对啦，混淆。咱讲的先一千块，哎，还佫加个美国呢，因咧倒呢，因的尔。你有看无？迄、那个好事多，港湾的好事多、那個，迄个水水啊呢？哦，我只有一张啦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当初吼，因阮内底有人读迄个空中大学啦。啊，空中大学内底先吼，因啊大咧讲来讲，即毛人请身份证呢？因啊一点点哦，贵一千讲三百块呢。其中有阮遐讲，迄三百还假的啦？有影无？啊无你问。问阮三木江边啊遐呢，阮的蓝宣团的团长，现传某某，你问看卖，伊真正来问我，我都比出来给我看，真甲假分好清楚。吼、哦，咱有晶片，伊拢无的；咱有防卫系统，伊拢无的；咱个有一个密码，伊拢无的。三百块边啊，要个上台咱也无坏。所以，今日为什么有这人来混淆？这个咱导人悲哀啊，几百年来，咱拢做人的奴隶就是呢啊。就当然，你这个团队开始有慢向，特别情况是呢，就有一人来扭后腿啊，在后边咧扯后腿啦，啊，伫来拍下来底，甲你混淆。所以以前民进党是有人啥呢？有国民党拍入去，赶快来谈民主，那是有安那呢？无赶快团队人，人拍下底来来底，该扯后腿，该扭，讲了这是假，这是诈骗的。好笑，我讲的，咱这个新闻讲是喏，甲各位。证明是真的可以用一个心吼，咱的动心拢一起啊啦！你知吼？老实讲，清理这张的心吼，我贴掉了吼，那讲摇一摇一啦吼。奇怪，这个心情真正用一个好。第一个，阮高雄屏东的啊，高雄区的屏东的就王小姐，伊一点拢会哥斯达黎加，今年才结婚啦，哥斯达黎加伊个小姐。迄个是大理家，迄个是拢经过啥呢？经过澳洲啦，有啦经过荷兰，迄边个坐落去哦，了时间过了了金钱哦。因老爸叫请你什么人？你阿公无客咱这张会请看嘛嘞？啊，当然 passport 一个是因迄个 ROC 迄个 passport 啦，因为尽管也未搞过来时阵呢，迄张护照也用起啦，但是也未改咱的旅游证啊。但你这张就代表咱身份了，结果伊走去 AIT 哦，特别信义路呀，吼，去遐请，一请的时阵吼，
迄 AIT 人甲讲啊，讲你再给我两天时间呐、啊。啊，伊讲奇怪，啊，还有两日的时间呐、啊。恁各位老伊美国签证，你知影吼？我你签有知影吼 ？S no， 那 S 去交五百块，那边也交五百。啊，那 no 呢？你就 no 出来了，就退惊。啊，那两年老哥哥呢？哎、欸，结果你因为样来用咱这种身份证去签的，你啊？伊看看了吼，伊讲给我两天时间，叫医生等去屏东了。两日后是打电话回啦，伊讲你可以过来领证件了。伊来的时阵吼，你也在签证内底吼，甲登啥呢？登迄个伊爱 TWN 哦，了台湾的时阵吼，伊那 TWN 的 Number One 甲签五档。迄、那个未婚的小姐哦，无可能签啊久的，甲签五档。所以可见，恁两档的时间哦，两日的时间啊，有可能的时间呢，和美国国务院联络，讲哎。这个本土大人去这张，不是去中华民国一张呢？吼、哦，经过回来时啊，讲这张就 OK 啊，这张就正港代表咱本土大人的啊，不是中华民国的啊，所以个签不当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所以国外台呢，一直试，佮为啥呢？大前年是阮去日本的时喏，阿姨一个东西呢，就走一个关岛啊。去关岛，哎，入迷心咯，那个小呢，去这张就对了。但这张在这个以这个经验心吼，去这张的心吼，别当入迷啦。伊讲你要有什么证件无啊？啊，其实伊有迄个中华民国一张啊。伊讲无干这张尔，伊是要试就对了。那是大经验迄阵啊。结果伊个海关甲讲哦，这张是真的啦。但是呢，我今要你入境吼。还有一些困难啦，无呢吼，你是毋是原机倒转去啦？还是你要转去对一个国家吼？我甲你替你拍机票啦。啊，伊就讲好，没，啊无我原机倒转来。伊是头领着要试这张，你知无？哎，但是今年的时阵啦，今年啊，像旧年嘛，啊今年我伫日本啊，伊都在关岛，啊同款吼，要试啊，因为讲。在日本的影子啦，日本咧换迄个，咱啊日票吼，倒来时阵吼，我想过济啊，想要个退行倒转去，得要换吼。你喺中华民国一张吼，无要换你，安尼啦。后者东西，伊问讲，你甲我其他证件无？伊想下当就想身份证哦，摕下看卖。迄张身份证摕在哦，日本啊看怪吼，问阿边主管呐、啊，问阿边主管吼、啊，迄、那个主管讲 OK 啦。一个换吼，我哩规团呢，拢管了先换，再换入票要换倒转来就对啦。因为咱的证件，迄、那个护照，迄底下咧签迄个摩登卡，啊，所以呢，为证件去这张，所以证明个用资料，即嘛迄个咱了东西吼，去关到今年大今年袂入袂，即嘛换过去，这核心吼入袂海关哪哪呢，总有咱这种心情个压抑。哎，咱这个内底应该是要有迄个存档，压压印的时候，因为下骹无签的所在嘛，所以咧压印起来下骹有空格，有迄个白纸啊，伊就登起来安内，就好入去入关就对了。所以证明啦，美国的时候已经慢慢啊一通啊，当咱这个证件伊旅游证出来的时候，伊必须要下令190几个国家呢。在美国外口194个国家，拢下令免签了。在咱的证件系统，但也未下令出来。但你要销售个别，伊问拢 OK， 一定准的。我讲咱这个心情哦，还够有人越销的 ，OK 啦，你知影无吼？就是迄个两个翁仔某吼，在烧书啦。啊，这样子呢，某不会相信啦。啊，翁就知影讲哦，这个法律系统诶。啊！佮签个的身份证，即个美国的佮遐麻烦的佮特啊，迄落嘞，啥呐？计安尼吼，伊好，袂卡你某迄落吼，伊讲无安尼好，伊这样见着后生啦，伊后生台大的，结果有台大的同学生吼，伫迄个 AIT 吼，咧服务的啦，伊讲师弟啊吼，干老因爸吼，讲爸爸就无一张吼，你着我起来问我同学看卖，安尼，结果。伊同学讲，真哩真诶啊！吼、哦，伊无甲因老母讲呢，
甲因爸讲，爸，这条真诶呢？唔知因爸先吼，从含因某吼，都为着这个小度，讲不来小叔啦，这条都我是真诶啦吼。因某唔知啊吼，因翁吼已经去求证过来呢。我还没多安呢，讲多偌济，你知啊？讲多一百万啦。迄个因迄个先哦，这个算因外甥啊来咧讲哦，我迄有够讲，你若多一百万，就摕袂到啦。因某讲无你寄寄单迄个寄单别人啊，你着吼多一较少咧吼，无讲咧无补诶。你若输吼，无咱来食一个较澎湃的圣餐吼，也是安尼吼，互你招待。哎，安尼可能你会赢，毋是你赢，恁某可能甘愿啦吼，我以后食啊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来食一个较澎湃啊。你毋是多一百万，你会想因某会摕伊吗？既然别人啦。啊，无暗时啊，莫困啦！哇，你们就要吃力。啊，这真正，咱的动心发生在咱动心的生活顶的。所以今仔日吼，甲各位讲吼，恁来咧上课，有当是外口风风雨雨，甲进修上，因为咱进接近吼，伫国门探要走路以前的时吼，任何状况拢会出来。啊，这个状况拢是咱对咱不利，为什么呢？唔是咱要甲你做敌人啦，是你敢当作敌人啦。咱若成功，伊就拢输你啊！你知影吼？从外口社会这政党内底啊，因咧富贵波，啊靠！恁也无斗无杀，也无看啥个闲来看个，较突然间的时吼，因拢无效伊啊！哎，因当然不妥啊！因即摆咧拍拼，人家讲要选举啊，有无？好，但钱啊开落，人也就用落啊。时间来讲，停止选举，好，你看都不不调吗？但伊个想法讲奇怪，啊！就顺啊！民主自由是安那解？无要选举啊！啊！伊唔知吼，咱台湾这個地位法律吼，都全世界围绕咱台湾呐。啊！咱大陆唔知呀，为什么靠迄个和美国有关系？为什么和日本有关系？啊！个另外无关系，更硬讲，咱讲要有关系啦。啊！就是中国啊！伊和咱其他关系，为头到尾伊也拢无来伫台湾，甲国民党去走路。卡到这个关系呢，伊连这个关系伊都要救你啊，都要解讲有关系啊，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是咱台湾做 PR 的先呢，所以有台民政府五号七点的时喏，我来告美国啊，和你美国的时喏，中华民国是你叫伊来啊，啊，歹势，我告你了吼，你也叫伊走啊，啊，要走对，系你美国的代志啊。这不是咱本土的大人，不是咱台湾民众的代志，所以各位大家要理解这点，不是咱吼要向中华民国安怎拢唔免，在美国你来处理好势，我个人本土的大人无国籍无成立政府啊，按照战争法来底，战争法来底，你得必须要扶持我本土的大人的这个政府啊，啊话讲，我民进党，我老民意啊，我也是本土的。但美国讲啊，你正经起来看嘛呢？你讲你台湾人，你也讲台湾话，也讲台湾话当台湾人吗？啊，来算盘的，伊来讲台湾话呢？佮来讲到做流利啊，伊咪台湾人。所以为正经起出来，所以美国为啥讲叫你清醒就是呢嘛？时间有几大了，底下火啊嘛，我也是台湾人啊，对不对？美国最后讲证件拿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嘿哦。火力袂火起啦，所以今仔大家清醒一下，感觉困难，迄个代表咱的身份嘛。伫美国人看起来时阵吼，恁只个东方人拢要相像，分袂出恁是中国人、台湾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，分袂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当咱咧看美国相像啊，迄片独到目睭揉揉啊，这当作拢美国啊，啊其实唔是啊，闹苏联的啊，闹东欧的啊。老意大利嘿啊，对不对？遐英国的萨克逊的，从美国的，你看讲目睭揉揉啊，金头毛从啥话？其实你看个拢相像，因看个足清楚。迄是欧洲英国的萨克逊呢，啊，日耳曼呢，啊是斯拉夫的，因看足清楚。等于咱相像嘛，咱看韩国人看个迄个面就是安尼啊，好对。啊，日本人、韩国人要讲相像的啊，但是咧，其实你主要看就无同。而且咱即嘛，含中国迄边啦，你也看个。嘿，有哪一挂人看袂啥清楚，但伊呐
讲声讲出来，哎，咱就知影，这阿拉个，这中国个，这个时阵因为咱家本身看咱看得较清楚，你的体型、你的整个动作啊，清差，等于咱看美国看袂清楚，啊，美国看咱也看袂清楚，相像啊。所以为什么讲需要清醒一点？就当有必要时，你必须要真正站出来，迄个代表咱本土的身份嘛。所以有人即卖讲吼，讲系啊，你本土的啊，但是即卖呢，美国又和中国建交的时吼，有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各位知影吼？啊，台湾关系法内底有一个定的，就讲住伫台湾即个即个人，用英文叫做 "The people on Taiwan"， 但是咱个美国的心吼，旧金山合约来的用啥呢？伊是 "The people of Taiwan"， 这个 "of Taiwan" 跟 "on Taiwan" 也无同啊。旧金山合约用 "of Taiwan" 的是本土这单人 ，"on Taiwan" 的是讲住伫台湾这人，有当时早来晚来，有用挂出来走路来。啊，个啥咧？一结婚过来，吼、哦，嫁来家，都即个家人含含做伙，叫住伫台湾家人，这不同啊。所以咱个故事，就任何是法律为这上管呢。所以过来要知影这点嘛，法律为该上管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1952年四月二八时咯，有48国家要签约个呀，本来51个啦。另外三个吼，伊国会吼，国会也未通过，伊即个国会通过，同意代表开始签字啊。结果有三个国家吼，也未通过，也未通过是，但迄阵啊要签啊，所以拢现签迄阵啊48国家。所以各位知影，有48国家就是咱联合国内底，就迄阵啊即法律会即上悬的啊嘛。今仔美国你伫第一阵啊是定义的就迄落台湾关系法是。是因家己国会内底有通过，这变国内化。但你法律为该，咱是就任何这48个，佮比佮较悬啦。所以今仔咱可以，美国是到尾一定要做法律啊。伊目前咱台湾的是有两个政府啊，各位的，一个是啥呢？政治上的政治台湾啊，在中华民国长时间来和美国有关联呢，吼。但今仔个有一个台民政府是叫做华理台湾呢、啊，有咱个美国政府的时阵，按照军山合约，你是只占领国，啊，所以变台湾的是两个政府的时光啊，嗯，啊，但中华民国让习惯啦，所以啊，那个征兵啦，啊，你纳税啦，创啥弄你收欢迎的亏啊，没有错啊。就长时间内底是政治台湾的时喏，美国习惯可以，但恁今仔要改按照华理的时，就是。叫你美国爱把这个管收倒转去，就收腰就对了。你看这个腰甲收倒去吼，人家都活烂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管，因为咱这无管，但是呢，咱法律啊，咱有理走遍天下。既然咱是靠法律的，所以各位，咱在东西你来收价时呢，必须有的观念比较非常清楚。第一，占领不能并吞，哦，记得哦。我的将领真的占领不能并吞，搁另外一个呢，流亡不能就地合法，那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。咱就讲诶，即摆咧达赖喇嘛伊伫印度诶达兰萨拉有无？伊也伫流亡地啊，但有人不能就地合法，就地合法，印度即个土地啊，你也一样。特别是你可以在边流亡，流亡到什么时候？流亡到家己你消灭掉伊。流亡到你个等于原来你个母国的所在，你原来的领土的所在。二次大战的时候，你记无？希特占领法国啊，法国的伊个那呢？流亡到哪里？流亡到伦敦啊！啊，你韩国迄阵啊，流亡到哪里？到上海啊！伊到尾个倒转去，因为呐，因为个因的合法领土个倒转去。法国是到尾是呢，希特的倒了。伊两个倒转去啊，但要倒转去就伊代表法国啊，向全世界我来代表法国啊。但是迄阵也是啊，你也无领土呢，领土我是得来吃命啊。但是因为你必须流亡到那边，所以说流亡到伦敦，他不能说我流亡到英国啊，对不对？爱流亡迄个城市啊。所以二次大战即个嘛，但中华民国你流亡的时候，到尾别人倒去，
为什么呢？迄个欧洲甲你占去啊，你的修养占去啊，你无当去倒转迄个修理主，只只鸟仔做的硬飞啊，啊无咱台湾那个所在，迄个时阵啊，美国无代无志，叫老蒋啊讲你来接管啊，就近啊，远东军的司令啊，你来就近来接管，这接的是赖的不走。我就不是赖的不走你啊，一直不当造。说全世界最大难民的行去批啊，我咱到那个收留，啊，这收留要紧呢，搁嫁人、请人、用人，搁求人、搁虐待人、凌迟人。所以你看，那高贵外省的，你听到现在歧视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我卖讲呛下面，领导那不看报纸，你知影？那个高贵的外省人。犯错马紧，得个安尼啊退休金，你们要气死人呢啊！啊，咱家饲一间六七十担的饲甲不足足啦，结果是呢一直吼，无咱认同咱台湾，你看可无？你像连前进的家族啊，你不要国民党，恁家的国民党会知影，共建是恁的，恁的蒋委员长呢，迄不是阮的蒋委员长啊，无你来替恁的家己保守一个民主的。哦，恁国民党的蒋委员长领导控制呢，和俺俩差不多啊，连讲都唔敢讲，去徛徛咧阅兵台底下迄落，总替中国背书啦。你看讲连假伊也要当台湾什么迄落滴个，你会记袂？迄阵啊，顶届他们比来选总统的时呐，吼，含民保啦，啊加迄个宋盘的三个人哦，伫台南，恁台南咪知影吼，拍伫迄个义载金城有无？迄头前呀，三个人拍伫咧，那金山咧，金南台湾的土地啦，笑死人哦！哎，你金就表示讲伊认同台湾呐，啊，伊迄半山伊就讲我金就是迄落，人金这土地有意义滴呢？你长时间伫遮打击来遮咧迄落，你金的是啥意思啊？人个伊人迄落科美尼有无？科美尼流亡十七年哇，倒转来巴拉圭倒先。伊落飞机啊！伊是流亡，流亡十七单哇，等于要是十八单，十七单哇。流亡落飞机的时阵，第一，我离开这个祖国，伊是十单啊。所以落飞机，伊是机场也拍咧尘土地，因唔有意义啊。哦，希望国家挂出去，伊是十单啊，第一次打入国门，因唔有意义。啊，你连这唔是，含咧尘咧土地，唔知尘啥意思哦。哦啊，所以这届吼，老实讲啦，伊去参加迄边的迄落阅兵是一个大败笔啦。所以国民党内底是喏，好无怪啊，伊的气数那咧真吼，足侪吼奇古怪怪拢出来啊。包括伊是要选啊，会选袂选也唔知了对啦吼。干啦要选好选，伊就退一科啦。无最近阁无啥物事，唔是咱批评伊啦，足奇怪，讲迄落唔知啥物话。那边做中华民国总统，我讲，那真正算了，咱也挡袂掉就对了吼。咱是也挡，这个年底以前有可能挡会掉，就是法院各定个判决来，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无效的呀，迄个可能挡会掉，那挡不掉算了，爱绝对输的嘛。你要选啥？无代无志，张嘴你也搁讲吼，迄蔡英文要参加迄、那个因个国庆的迄落典礼吼。伊讲也是出分财产啊！你看看，去参加伊讲，意思讲分财产啊！连接了这个无水准的话，哈、啊，无要参加恁老话，啊要参加恁老话。当然啦，蔡英文讲，嘿，我要执政啊，我算免利用这个机会来管理一下你啊！啊，当然是免咧讲啦吼，代表是免和解，迄和解的代志啊，反正个人的解释吼，该说拢无详啦，哪会该说？干这个解释，甲小的解释无同啊，所以咱是卖关系，也算不算代表？咱的努力，咱是无要选举，全世界选举制度上歹的台湾嘛，迄、那个做出来，只要那个执政党共同咧撑咱台湾人嘛，纳税人的钱，你有甲看迄个统计无？你要看到的时吼，干那因选一届迄落就对了吼，政党吼领四档啊。好酸人一当就对了，哦，我初步啊看就讲，哦，看后年十一个外啊，后年九一个外啊，什么啦？那政党四当啊，对吧？啊，一票那三十块啊，对不对？
啊，佮用鬼票来算的呀、啊？奇怪，你要算去票好伊，啊，得佮钱好伊，唔是够来的吗？但伊有个理由呢，伊讲嗯，啊，得我政党较散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你国民党有啊，做大边金大拢哦，照安尼啊，无你国民党有钱啊，无伊卖你啊，都无哦，伊袂使无你啊，啊，所以大拢你啊，啊，你你也是即种老岁哎，老百姓钱呢，老岁人税金钱呢，所以用这个名义，所以变了造成啊啦，好恁大人做爱选举，因为那选有到食较大地，啊，选无到食较细地，啊，那选举的叮当呢？就所以在执政的在野拢有咧叮当，下骹拢调侃，啊那选举的大拢做活力，啊那落这选举的下落落直直出来啊，哦募款参会啦，甚至现金啦，安尼直直出来啊，所以大做爱选举啊，所以你那民进党在讲吼，我卖参加选举，与你流氓政府，我卖选举无得50%以上，这个选举无效。马上中华民国离开这个台湾，不是啊 ？A 定定让他们选举啊！啊，选举的时候，也对国际你看，阮伫只通知的时候，台湾做好好个啊，拢台湾出来选举啊，选举60%啦，哪一个选中了70%通就对了，普通的选举呢60%尔，所以30%人吼，咱别搞因出来选就对了。60%，你那边只能卖出来选举了。因卡在30%-40%尔尔，你民进党人拢卖出来算，我罢算，那中央没有炸就走路啊！啊，你无啊，无人出来那花，哎，表示那你民主自由，咱用算呐、啊，咱用算来代替政体啊、政权呐、啊。阿扁出来算的时阵，大家相信哪个是个倒下手啊？啊，伊当选着，对党有改变无？不但无改变的个，个党愈来愈糟糕啊！是不是呢？伊要改变，你有咧智慧无？你爱叫助人团先来看嘛？就讲，奇怪呢，咱这算起来先咯，拢爱个美国那边贺电来呢。美国若无贺电哦，敢是未通呢？啊，你还想奇怪？全世界都无，阿免英国，阿免法国，阿免苏联，嘿，这大国拢免，偏偏来英国呢？无啊，迄个美国呢？啊，佮阿免中国。嗯，你较袂想看嘛？讲，台湾地理是安怎吼？你叫一个助人团，吼、哦，来研究看嘛，好无？你定位是要落什么钱？有叫唔知十一个啦，听讲开1亿1000万呐、啊，遐教授拢一人10万的款呐、啊，研究台湾的地位啦。听讲有4位啦，听讲啊吼，4位有讲吼，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啦。啊，剩的吼，拢你抄我，我抄你哦。就开罗宣言啦，波茨坦宣言，抄抄的吼。安尼去也领1000万呐。我讲你定位啦，较早安尼时吼，咱只台民主的作者人拢会领着钱啊。嗯，啊，就你抄我，我抄你啊。吼、哦，咱个会个论述，个会当个比了遐讲台湾丢一定论的吼，个较精彩的啊。就是安尼，但是你定位是到尾就变咧，特殊的两国论一类啊。我阿扁起来是讲，我政权退掉还是喏，变哪改变变创啥？但你要想足奇怪就对了呢。我等下点出迄个问题啊。你阿扁，你来叫助人团，你想看卖？为啥美国对咱遮有遐大影响力？你来研究就啊，原来哦，二次大战以后是迄个美战，是伊安那呢？无做明显呢？伊来了顾问团呢？无做方面，我海陆空那个底价该用的是安尼尔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伊个是美战，个可能个呢，日苏，嗯，奇怪，这和日本有什么关系啊？无你来研究看嘛呢？日本管理只50档的时阵，伊放弃是放弃管辖权的时阵咯，奇怪，伊也无讲我要去行什么人，我无要行中国，无变都无啊，啊无是呢？你美国占了有绝对处分权。也请人家咧研究看嘛，咱台湾的时阵咯，是不是爱个尊重下尊重下？你无啊，我哩做着啊。要出门空军一号，要出去罗宁的时阵咯，规路拢车顶，吼、哦，还偌好嘞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哩那些呢？要出去罗宁咯，规拢车顶啦，也无红灯的呀、啊。吼、哦，你看偌样啊？啊，出外时就空军一号，
但是今仔台湾的地位做八党无改观啊，唔是你，你就无迄个智慧滴诶。你若是讲奇怪，这個、台湾这个地位吼，利用我进吼，就当选掉啊。我让美国超过嘛呢？甲美国诶、欸，我台湾是何去何从啊？好、哦，是不是？因为美国是咱老大啊，甲老大请示看嘛呢？吼、哦，我的名誉我当然选掉啊，阿别安那行较好啊，吼、哦。我无要含中山那边安怎？啊，要美国含你要做一州，佫袂动，吼、哦！因为你若占那个，你袂当做一州啊，啊，袂当做一州啊。嗯，啊，我若要独立的时吼，诶、欸，你美国是占那个，那爱你英俊呢？啊，佫一个所管的什么人是日本皇帝呢？无你若咧研究看嘛呢？嗯，啊，这条袂通，独立袂通，啊，无变啊，无咧主题，啊，变哪主题？吼、哦，啊，无你美国。军事政府一摆，敢保护啊？阮家己慢慢成长，吼、哦、啊！大汉了，看要安怎？看老百姓来意思安怎？把咱台湾这个特地改变，你现在国际地位变哪特哩？啊，变哪正常化？你叫驻狼团用一段时间嘛？含美国桥，因为今仔美国含哪有关系呢？含中国都无关系啊！啊，你咪桥你死己啊！啊，咱们讲二次大战来咧，苏联啊参加。迄、那个亚洲的战争，伊拉战争是我进来都无效啊！你无需要苏联参详，无需要中国，安尼要什么人？就是美国嘛！你今仔我唔是做总统的时候，我咧也想讲，今仔是既然吼、哦、要解决台湾的问题是，你必须吼解除的关系出来。那么日本，啊么日本战败呢？啊日本战败逃离你啊，伊也无人发声。日本天皇也管那种吊起来，那种先吊起来啊，系啊，啊！即咱正老大日本天皇，啊用吊起来啊，无管啊，吹吸起来啊，因为马克思借着日本那些和平宪法，和平宪法把日本天皇的一管的 power 给提起来，啊，所以呢，系啊，啊老大日本天皇的时候哦，佫无迄个管堂迄、那、啰、個。嗯，啊，做啥呢？啊，做美国呢？呢，啊，所以你若慢慢安尼，迄个来瞧瞧，叫驻狼团提供你的做啦，安尼无呢？我来美国吼，来瞧一下，看嘛，咱台湾是喏地位何去何从？叫美国给咱指点嘛，你卖念头出主意，一个选择了先吼，第一届讲无呢？吼，大家讲哦，要影响哪下？讲我们重返联合国。啊，是要重返呢？你是要倒转去呢？你是用踢出去的啊？你中华民国的时喏，是用中国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迄、那个牌也写中国伫大遐。伊啥呢？把你蒋介石的代表权驱逐呢？唔是我驱逐你中华民国啊？啊，奇怪，要个重返，你若国迄个牌啊吼，还阁写中华民国呢？因迄边大地吼，伫你若国外口，即块牌啊无？中美英华书啊，迄、那个中来写中华民国，并不个改的恶起来，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无呢？所以表现那呢，你中华民国，我恢复我的地位跟权力啊，我恢复哦。啊，所以我名不改不改把紧啊，我来恢复我中国诶。所以简单伊个名牌写签啦，啊写中国啊。啊，所以恁个立边边啊，你讲会个重返，你对人咧讲。你较袂想讲个，人联合国内底2758号是安那决议个，你是安要重返啦？伊啊，即卖是咱流血人呐，因呐，带迄个基督教、天主教种个说，因逐当啊，拢招一挂公安呢，迄个要联合国宣达团呐，是咧招七头尔，啥物是宣达团？啥物个？我以前也参加过啦，我咧讲着作笑话啦。我咧参加迄个宣达团个时阵哦，佮走一队呢。走去中国的大使馆可以抗议啦！啊，我正想想，讲有够戆的。啊，中国和咱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先来去抗议啥话？我呢，互恁看一下来，看阮走去吼，走这个戆到什么了？我一只好，你唔要看到哦，这只就是台湾亚洲内底啊，台湾啊，这是民主国的啦，就是那清朝大清帝国。把咱台湾朋友挂好迄个大日本帝国的时阵呐，就是有人伫台北成立
第一个亚洲民主国的，你知吼？来因啊，倾向因老大老大清朝啊，所以用怎么样呢？中国遐青龙有无？啊，叫虎啊，叫做龙兄啊，虎弟啊，吼、哦，伊是要个吼、哦，要反对吼、哦、日本来统治的就对了。所以建立亚洲第一个叫做民主国就对了吼、哦。来，我再个你看嘞吼。我来，哦，你也看无？这我啦，你像那个少年哈，你看哈，咱去走去联合国去台啊，伊要抗争啦，搁走去大使馆遐抗争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想起来，我讲个真正讲个呢，迄中国含了有甚物关呢？啊，我带咱受这个教育啊，讲哦，哦，咱即摆咱用挂出来，袂使，咱那个入去，以前讲唔是挂出来，讲我们退出呢，啊，咱拢受这个吼。在教育啊，搁看这新闻呐、啊，讲好我们退出，吼、哦，按你做好上这民主的，迄个中国挂出来，共产党挂出来，伊讲我们转进呐，啊用，中国大陆用挂出来吼，讲我们现在转进到台湾，还转进呢，你看嘛，因为介搞用这個，介搞用这個用处了，对了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想讲，咱去联合国抗争，啊，今仔日，吼、哦，每一当。因阿个咧组团，伊阿要宣达，要入联合国。阿比尔是第一届咧说，好，那我们迄落个重新入联合国，用啥物？用中华民国。第二个也讲讲，拜托你咧早用用踢出来，用踢的呢？这个踢卡球踢出去啊？你想要重返呢？啊，重返你哪不是？你咧代表中国，中国噶一个年年，你想要倒转去？吼、哦，好，即马第二届啦。落遐台独的这人讲吼，啊，中华民国袂当错，无然呢换一个名，因为咱台湾算掉啊，所以讲用啥有台湾共和国啦。嘿，伊总统发文去吼，迄联合国遐吼，人个总务处吼看看来讲，哎，迄信号都作报的，也无啥物资料啦。突然间开讲有一个台湾共和国要来入联合国安尼啦，大家讲。当时吼、哦，布一个台湾共和国出来啊！这个迄个物件吼，连套了，我套了个拍了灯呀，都退了灯哎。所以变做是第一任讲要中华民国，第二任由台湾共和国变入联合国，拢打倒灯哎嘛。啊，你较袂想讲奇怪呢？用遐也袂使，用这也袂使，无要用啥？是不是？你做的吼、哦、都袂歹啊！啊，所以呢，袂想讲要来解决就对了。所以今仔咱台湾比亚就是呢，有机会你李登辉伫大兄大兵啊，前后要二十通当的滴个，你为啥无台湾地无解决就好？迄毋是未解决起来，你著叫助人团来嘛？为什么咱的时候，你若动算的时候，你就一定爱美国核电来，唔免英国，唔免法国，也免中国，也免苏联？为什么一定爱美国？哎，你著说，哎，美国正咱老大哦。这吼、哦、无请教看卖了，拢无。好，今仔是把台湾都不管的无啥啥，这就是什么人？老实讲，今仔咱是无得管理，咱今仔管理早就解决好了嘛。今仔的必须，你如果有这个权利，早就解决了，把台湾国际正常化。咱无定爱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独立的国家爱做国防呢。台湾海峡这是不是遐迄落呢？要处理单独的，从阮较早学长掠十五档啊。迄就是感情上诶，感情上没有错，咱大家认可啥呢？认可做鸡头，鸡啊头了对，莫做牛尾。认可在前，不要做人家牛后，没有错。但是那是感情上的想法，感情诶，每只拢有感情诶嘛。咱住你家，生你家，以后要死你家嘛。所以咱不让外人来跟咱管这没有错啊。但是台湾的地位，各位大家清楚的。台湾的地位就是咱呢，北部先生的啦。我讲北部先生，大家较听有啦，就与生俱来，不是你要不要，唔是喜欢不喜欢，就是讲北部先生。哎、欸，你奇怪，爸妈妈你家生个遐大块嘞，是变哪？啊，出来拢笑，讲笑大块呆，啊，就无多啊，啊，你与生俱来啊，啊，爸妈生你啊，好、哦、对不对？你要忍受啊。嗯，啊，无是那个3-3，对不对？弱不禁风啊！啊，爸母生子啊，什么人要管你啊？呢，
这个爸母生下，今天台湾的法律地位就爸母生下的啦。咱开始的是二次大战，日本战败了时，咱的母国战败了时咯，就头犁犁，有一人追，这个是咱吼无可奈何的。所以你讲我不爱做对，我不爱做啥，不爱怎，迄就无多啊。就是我坦白讲，你卡生啊大苦小强啊，伫台湾的地位就是呢。所以呢，与生俱来，你讲爸母生下是，我们都要认啊。你讲无我咩代独立，阿你变哪独立？我各位来想看卖啊！啊，你讲无咱要做奴隶，咱也无爱做人奴隶啊！啊，无你怎么样？就是咱台湾民主维新那个过，过你美国维新哦，你无代无志啊！你叫你蒋介石来这来这，搁敢屠杀啊！所以咱过维新不是无理由啊！表示讲你美国替阮做主嘛，阮手无寸地，阮无当去咯。但是你也知道，你美国你也是人权起家啊，美国你是人权的国家啊，你必须要站在我们台湾人民这方面想一想，我们没有人权啊，我们的人权受剥夺，六十几年来我们生活在政治任意之中，这是你美国高等法院法官敢判的啊。所以今天跟美国讲的是要求的，那是有人权，我们不管用出啥。最起码咱的人权，咱的长时间放到北下边，我们就认了。但你美国的最后是你有权利通去解决这个时阵呢，阮主甲你要求，阮台湾本土的台湾这个人权，你必须要敢保障嘛。所以各位台来在这读法律的心咯，那比如既然美国你占领不能并吞啦，哎呀，啊不能并吞台湾边段，台湾了做你美国一州。嗯，啊！你并吞了，你若无欢喜讲独立咩？独立会造成很多纠纷啦。啊，你若无欢喜去做共产国家伊啊，啊，无变乱。所以你必须要既然讲跟日本有关系，因为你有出风权。咱本来是大日本帝国来的呀，为北方四岛的来啊。大日本帝国是为顶管哦。北方四岛即卖迄个苏联占伊啊，伊个北方四岛的来，有的呢，有迄个北海、北海道，有迄个本州。嗰度九州，嗰度四国，我安尼就来了。嗰有那台湾平湖，有无这条船就来？嗰中的差一个独岛就跌倒啊！就韩国讲因即摆占美讲因个迄个所在，啊，嗰度西南群岛。所以北方的按这条船拢大日本帝国皇帝个啊，天皇个啊。但是战败了时喏，日迄个美国是甲制造和平宪法内底甲缩短，我存了四个，就北海道、本州。啊！甲九州、甲四国，所以新的日本就变安尼啊。但是咱呢，按照制度的是，咱那个大日本天皇内底的一轮住啊。因为二次大战就是讲吼啊，无多啦啊，迄个是大人的时阵吼，就你这都派要求哦，啊想上场给人迄个管啦，是安尼尔啊。所以咱今日台湾这个所在啊，无大无钱呢。美国个，咱是美国迄落啊，结果伊无来叫一个吼，叫一个来敢管咱啊。所以有当吼，咱啊冷静来想想到我们台湾的迄个历史地位吼，有那想来讲吼，很不幸啊。咱在长时间的时吼，拢做有的这个迄落台湾家，不管你是对来啦，有你进的时吼，按照马偕医院迄个副院长的人员的 DNA 内底吼。哎、欸，那80、80几拢有迄落啥蝙蝠族的血裔啦！哇呀，啊这天呢，啊这话讲唔是啊，我有广东来，我有福建来，为对来，啊真来讲有南岛、南岛来，所以咱即摆吼，不管你有对来，尤其是咱开始读台湾的近代史的时候，就知影啥，就知影荷兰、欧洲遐讲起落就福尔摩沙，啊这福尔摩沙是葡萄牙。因个舰队经过时，人讲哦，啊，这个所在有遐那水个，这个，伊个叫做哦，福尔摩沙，结果伊无登陆啊，伊登陆对，登陆偏乌去啊。那那个澳洲了时喏，伊讲好啊，经过这个东南亚海峡之后，这个真水个，这个福尔摩沙，咱台湾岛啊。所以呢，引起啥呢？荷兰甲西班牙，西班牙的舰队迄阵也是舰队真强啊，哦，拢过来时喏。就为那阿姆斯海啊，
就即卖迄个淡水啊登陆啊，吼，真抑个抑个有一寡迄个红门城遐啊，对不对？刷咧呢，佮另外荷兰因啊听到风声，哎，袂歹哦，因啊落来因为南部，所以台南遐府城登陆嘛，对无？啊，到尾还是西班牙迄个荷兰甲赶走伊啊，赶走了时呢，最后换迄个电信公来，啊，因伫即来遮要创啥？做这个现在做这个基地嘛，因为东印度公司吼，因为做贸易的，所以应该来占地登了台湾的心哦，把这个所在做一个呐，他们贸易的基地嘛，贸易的呀。但是东印度电信公挂早了是电信公来这来家，伊该一个呐做什么会？做要反清复明的基地嘛，哎，足奇怪哈。你咧台湾的是有咱知影把这个台湾的历史了，吼，就真干脆就变的呀。啊！你人工毕业呢？要反攻，要反清复明。哎，即马话迄个蒋介石用挂出来了。哎，赵家已经要怎啦？要反攻大陆的基地啊！哎，恁岛拢台湾拢做人的基地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真难得。今仔日的心，多少咱台民政府各比国了好心咯。哎，咱台湾无需要继续要做人的基地啊。咱唔是讲要当家做主，咱唔是讲要独立，唔是最起码，互咱会让生活了较光彩的嘛。咱几百年来拢是做人努力啊，这个吊带换一个吊带，迄、那个吊带换一个吊带啊。当时该出头天，所以我讲这个时阵呢，就因为台湾政府搞了的时候，开始呢，美国调整他的政策，所以各位。当奥巴马宣布重返亚洲的时阵呢，嘿，咱来讲机关呢，咱各这俩你不管重返亚洲，为什么重返亚洲？因为咱2009年时呢，高伟切别，无啊，伊个2010年呐，咱2009年的时候是安那呢？是高等法院才放在边啦，因为恁准备好未啊？这不是我该判嘞，恁了判嘞变法律难嘞，最高院如果给你审判，就变成法律了。所以就要怎判？您本土的大人过了时，我高等法院甲甲你看已经讲五点啊。所以美国是国务院，伊就讲我放弃抗辩权啊，因为个过了时阵吼，伊也是输啊，最后蛮假的，他懂的。我得准备啊，你无准备是免啦。啊，所以放弃抗辩权就是讲，你原告所讲的我都认了，叫美国法律写呢。因为当作一心是信不信的律师吼。你要弄真厉害，黑律师弄攻下呢？国家免诉啊，这是政治问题啊。但是呢，因为咱台民政府有秘书长这边，都收集很多的资料，然后把资料一起上给咱的律师，咱的律师今天有来，今天我们律师哦，搁台特助来，一波呢，关于台南，台南要看我们台南州的，台南就会带来游行。就要讓他看說咱不是只在室內而已，我們都在穿著住代表我們台民政府出來給他們看啊，所以他們早上已經趕到台南去了。你的思維心接到我們台民政府給他資料，然後就說他看看這個官司也打一下，在美國打官司不是像我們這裡，我們這裡的律師衣服衫穿起來像個黑白龍君啊，一个白的黑的啊，你只要有钱来就好了，哈，我不得管内容了，就钱起来就好啊，啊，我就替你辩就对了，对不？就代表公平，美国必须要资料来看，你这吼五分五，啊，无叫滥送，美国别讲你滥送的，对不对？你律师的名誉也受损呢，不是咱这来遮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接到咱这资料也行哦，看看，会使哦。五分哦，哦，安尼个接片呢？这个你怕什么呢？一心怕嘞，美国政府来讲，这国家民诉啊，哦，对不对？你是不要搞啥安尼啊？我刚才高等法院先来讲，这政治问题啦，对不对？政治问题的变啥呢？就政治解决啦，就国务院啦，都迎接了行政机关的解决啦。但是法官讲哦，不是哦，这是法律问题呢，法律的问题啊，这不是政治问题啊。哦，那个国务院律师那答呢？答呢？伊讲吼，
咱的政府哦，到目前为止了哈，到目前为止，人家讲旧山合约还有效吗？各位，法官问这个问题的表示呢，所有资料伊拢有看过啊，把旧山合约内底迄个精神、开主旨内底拢研究过啊，所以个律师问讲啊，旧山合约还有效吗？对不对？我讲啊。要不单独书店，的时阵吼，那嗯嘞，要不特别先哦，伊就改讲还有效，你知吼？所以咱的个人啊，咱除了这个以外，咱那个人权。所以我当然我不是能讲机关嘞，咱台民政府个别国这是真的无简单嘞，会当个接镜，个意思咩呀？就是这个无简单啊，要个接镜已经就先个心扎过啊，对不对？做些存亡，看到政治受难者，我哩接过落呀。我讲你看吼，哦，这条后阵我白讲啦，白讲的时阵吼，去访问的时阵，迄阵要做少年吼，有无吼？哎，白宫新闻处的处长出来接我呢啦。阿黑吼，画派的一个荷兰籍的诶总干事啦，迄阵我走去美国，吼去遐访问吼。哦，我接证书啦，这因为今仔咱题目唔是讲这吼，我免讲这啦。哦，伊在讲洪秀柱，伊个迄落迄个大厦个文件信咯，我这边专心我就讲分听，分析分听。什么该有学分呢？甲无学分呢？有学位的，我就讲分听。嘿，伊含我相像个啦，伊在吼，迄、那个证书是真个啊。但你伫遐修迄个学分个时阵吼，你个时间是假个啊，啊你知吼？但咱这发觉这没有错，真的，因为这个清心发火了呢。但这些人呢，不是有学位，你知吼？洪秀柱的是安那呢？讲迄条真呢？好，你讲真的好。假设你真的啦，但是呢，你学位的时阵哦，你有问题啊。因为这个 master 就是讲硕士的时阵吼，你必须要写论文呢。啊，你有写论文无？迄内底。蛋白台来了，看看，无写论文啦、啊，还无写论文，从阮这校长，我免写论文校长啊，你可以得到几个学分啦、啊，但你袂当得到讲个硕士啊，所以今仔欺骗人，你知未？还是讲吼，也算袂算，也唔知系啦，吼、哦，真正算的吼，干那都一个做一个就站袂掉啊啦，为什么？你第一你也无写论文，佮第二呢，你1990做立法委员。奇怪，91年啊，8月你就摕到这個，这种违反常理呢？这个伫那头个大学你就知影，有一个那呢暑假班呐、啊，但暑假班的时候，你必连续三冬啊，利用暑假一届三个月有无？吼、哦，啊那三个月扣来，利利扣扣都扣到，啊最起码达8个月嘛，因为一个暑假三个月，三冬都要9个月嘛，但9个月你爱去东去西啊，对不对吼？你要是读个底啊，读8个月，安尼证书就合理，安尼你这条真呢，马紧你还佫加些论文，所以你硕士一定爱论文嘛。你唔是讲你大学毕业了呢？你咪写论文马紧啊？啊，我着学问了，我着毕业嘛。所以伊犯了毛病伫遮，伊即卖也毋是正式登记个啦。哦，啊，登记伊咧算了，就佫做无啊啦，加即行啦。我是讲看到这个，想说互恁讲一个迄种吼，文章一个。啊！这全世界都啊一张尔尔啦，无第二张个啦。蒋介石流亡，这吼应该是流亡台北，不是台湾呐。我改改那个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吼，你可以帮我改一下。这个流亡台北不是流亡台湾，它是一个都市的名字，不能够地理名字。对，流亡台北。哦，叫做像是台北，好、哦，再带来读些你就小知啊。黑流亡到台北，而且呢，也进步啦。所以用文叫做像是台北。所以今麦咧对咱讲中华民国，你出去外口，你有冇讲中华民国啊？啊，你知吼、哦？尤其中国那边啦，派一个当水牛过来吼，迄机啊就脏了了啊啦，迄机啊收个仓库啊，对不对？你就知影。嗯，哦，马关条约这吼，你知影吼？
哦，但那迄个是哦，唐景崇台湾民主国啦，南帝黄武期，伊个清朝迄边那是吼、哦、青龙嘛，你知吼、哦？按、啊、叫做龙兄虎弟啊，所以呢，佮要尊重清朝吼、哦、做你老大，所以用这个黄虎旗啊，啊，伊个名叫做台湾民主国，亚洲内底吼，伫迄个时阵吼、哦，第一个亚洲哦。第一个民主国就是在台湾啦，啊，但寿命无几日啦，伊是当前在那个走路呀，吼、哦，那个夭折了，对啦，无几日啦，吼、哦。过去的大家做清楚的，1945年四月七实施日本宪法，纳入大日本帝国，所以呢，就变呢固有领土啊，那用个征兵甲参与权，这点大吼，真重要。我讲奇怪，如果在台湾，譬如啊个是日本的殖民地的时阵哦。那就不太一样，因为殖民地也让卖卖进，也让挂来挂去进。各位，现在甲午战争了时哦，辽东半岛为什么？为什么挂了时哦？哎，佫收得回呀？有苏联德国没反对呀、啊？所以那到尾时哦，佫有的辽南半岛遐变了辽东条约，有佫顶盖啊，佫赔那么2000万万银两给日本啊，因为伊家讲。迄、那个辽东半岛是恁奉天呐、啊，奉天就是你的起祖厝了，对个，你的祖厝啦，你的祖厝吼、喔，袂使挂来挂去啊，迄是你的祖厝啦。奉天就是辽东半岛呀，啊，所以有这点你就知影，所以就是要神圣不可分割的。在台湾甲澎湖迄阵那是等殖民地收降，所以人挂好人啊，在辽东半岛袂动，啊，所以你想讲。台湾的挂人是迄阵啊，咱的想法，咱的先民呐，唔知虾米人，咱唔知啊。有可能啊，咱的先民呐，有可能我是为南岛来的啦，对来咱唔知啦。但最起码，就是伫台湾，你大家，迄个甲午战争的挂火人的时阵呢，伊清朝无征求遐先民人同意啦，发挂就挂，而且挂人个啥，个会骗想啊，大清帝国个骗想咱的先民呐。讲啥呢？台湾是这男无衣、女无情、鸟不语、花不香的化外之地。各位，挂火人来讲骗想呢？所以你有法能忍受讲中国人安尼吗？你大清帝国你的证书的虽然挂火人呀，啊，啊，咱也不会讲啊，把屎捞了来，咱的先民来把屎捞了挂火人呀。来这来这的时候，欸人地先说日本要来通知，所以为什么原住民起来反抗啊？啊，起来反抗的时候，因国门烫呀，讲讲我们要抗日啊。迄抗日是当初伊要管的时候，起来反叛伊呢？含你八年，所以八年抗战哦，迄、那个抗战两码事呢？一个倒倒社会，迄阵有抗日无唔对啊？迄阵日本兵啊，你要通知了原住民讲奇怪呢？啊，我的生活好的。啊！现在你我突然间在变在日本那里管啦、啊，日本讲无咯，是恁大清帝国证书哦，恁挂皇冠的哦，你挂皇冠来管啦、啊。诶，关主编讲啊，大清帝国含我什么关系啊？迄、那个清朝驻关的西部的东部这边有无？迄、那个地图看下，这个台湾的呢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莫怪关主编在这当批判的时阵哦。日本甲清朝讲，清朝无效，到尾讲好，安尼好，我按照国际法来，国际法来，我征服你，所以征服啊。前后的830年的时间，甲1937年甲归拢好势，甲被皇民化的1937了。哦，各位，这你给大家，啊，1937在1945，好不好？这中间的时候要个大战中啊，伊就实施迄个日本的宪法，那都大日本帝国。所以呢，给他一，咱来讲，哎。日本，咱台湾朋友的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啊，所以今仔是安尼，啊，袂讲奇怪，啊，你了放弃了放弃啊，对不对？他的殖民地收藏，还让买卖，还让分割，无要紧啊。但就是偏偏就是这样，又有这个日本宪法，而且量大爱记嘞吼。那个重点，谈到我讲的，占领不能并吞，啊，流亡不能就地合法，这我想你读个高级班，你能记条嘞？也就是老人踢馆的时候，你可以倒踢就对了。老人家踢馆啦，你可以倒踢倒踢的。啊，你若唔知影这个法律的时候，
人家门口咧大嘴开哈哈呢，啊，你知吼？你就讲永安那呢，有曾经日本的1945年4月1日撕着日本宪法，我说来你这边，啊，咱也当个参政，所以就变成安那呢，以固有领土啊，含以前吼，搞清朝用个还殖民地不太一样啊。所以您在底下融会贯通的时候，万若人来讲，你得让个回答吧，好吧？好，来，今麦我讲吼，迄个剩一寡时间，简单个介绍吼。这个所在，我有说白色之恋的时候，我头讲过吼，白色一个政策杀人啊，以国民党去用挂出来了的时候，尤其开始咧38党内底。看偌济所在，即拢咧关人诶，拢咧杀人诶，拢咧刑人诶，啊！头一来遮有什么？迄个台湾事件，我讲还阁有诶吼。不必剧情，好来，我先讲，还可以倒头变赢。红沙角度，这是呢水牢啦，咧做水牢，用做水牢诶，即个所在，即个所在今还阁伫咧哦，还阁伫，这以后留作吼。老做古迹啊，博物馆呐、啊，哈，要大家参观呢、啊。啊，就这个一路古纳树，即马叫做改做喜来登大饭店，迄、那个所在吼，没人人去饭店，所以这个饭店我老大过啊，因为我住伫青岛东路三号，但伊咪住伫喜来登哈，对不对？各位来，情报处东本元氏了哈，这个东本元氏哈，日本时代是伊伫要发动大东亚光荣圈的时呢。这个所在就是因的情报处，跳起日本非常头底大呀，那个地方我住过哈，对情报处，就是在呢西岭南路家，就即马双祖林甲万年大楼啊，恁那伫台北较清楚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西岭南路迄搭呀，遐安那呢，即马已经拢改装起来，无迄个所在留咧有够趣味的啦，迄地下室哦，阮关伫地下室，下开个地下室，你看偌恐怖。我咧睏三更半暝吼，我咧地下室下骹吼，要迄个惨叫的声啦，惨叫的声。我咧地下室个下骹，迄鱼仔咧跳，哎呦，佮伫我咧地下室下骹。有当就是我咧问迄管理员啊，迄管理员老兵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我咧阵啊20几岁啊吼，足少年的，伊看咧高音啦。我讲，晚上为什么那边还有惨叫声呀？啊，伊讲，哎，你不要多问呐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伊讲呢。你们现在哦，还要审问，还要做笔录，还要审判。以前呢、啊，根本都不要。哦，为什么不要？来时啊，又人太多了，都用麻袋啊装在里面哦，拴起来，让我们啊，公营啊，我们掐死一个5块钱，掐死一个2块5，嚯、哦，连那动作煞供出来。就是那部队一，他不是让你部队人看到你给他掐死的呀、啊。所以部队来这些宣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更改掉，把他掐死了呢。啊，然后呢，丢在那个卡车，在淡水河呀，给人弹掉，一卡车一卡车。所以温州那囡那年就归位啊，哈，伊讲你们现在好的啦，对不对？安尼你看，下骹还挂个地是迄地是安那呢？落成个房间呢，有两个铁夹子，铁夹有无？夹的哈，即马你人塞进不了哈。迄铁夹子夹袂做肉酱啦，肉酱为什么抽起来哦？顶管有钢水哦，总抢出来就对了，拢抢出来，当吹过粉丝。你看讲迄、那个所在因光阴袂出来就是呢啊，哈！我住伫个困伫地下室个，我下骹一站就死啦。你看偌恐怖啦，哦，东本元氏啦。我讲伊个病也无即拢爱老嘞，过来迄、那个保密局啦，一个北所。落台北桥边啊，迄带遐，迄工厂迄木修的，因做一个保密局，吼、哦，即个有一个北所，啊，搁一个南所，一个南所，吼、哦，即、這個、南所有无？你看吼，伫、哦、咧，伫咧延平南路，即群众都有啊，所谓飞碟啦，吼、哦，拢伫遐访问的。即卖飞碟吼，咱讲飞碟啦，啊，穷飞啦，即卖穷飞拢含伫遐咧啉红酒啦，啊，啊，较早时吼。我那个和为着这个穷鬼啊，这个罪名就对了，听不当的穷鬼啊，听到恁的飞碟啊，啊无恁叛乱啊，无穷鬼的同路人啊，
啊，即卖因含遐所谓甲咱讲的遐讲话吼，即卖都咧啉红酒，搁小滥，马紧呢，搁去呢阅兵台，去阿咧，你甲咱底下咧管理，你看什么时代啊？搁来一个安康军人建议，遐一个呢仁义礼智信吼，来，我你看迄个我摊到相片遐，互你看。就安溪这像人理智信的五个感，我来，这个信感人，我讲一下，他们仁义礼智信，都要手伸出来，都要五个感恩的对了哈。哎，你看我遐少年，迄阵啊呢，警备总部吼、哦，要迁去。一路安溪，就是一路新店呀，秀龙桥。啊，所以呢，一部分加军感吼，借一间。我呢做衫，甲洗衫拢搬过来遮。啊，我遮负责咧洗衫，一路做衫。但这是洗衫的，是师傅家翕的，全世界都啊一张尔。所以陈文成的基金会呢，把这张我给你啊。伊用翻译做英文吼，吼寄到美国啊。第一间迄来啊，仁义礼智信，仁就是迄、那个。雷震，雷震，您知吼？雷震是为着伫咧《中国半夜刊》写《反攻无望论》啊，就判十当，就关伫这个所在遮。过过来呢，就是咁遐一个立法委员叫马成峰啊，姓马的马成峰，即个马英九因的马成峰呀。伊伫立法院吼提案呐、啊，回瑞斩陈诚以谢国人呐、啊。即用《三国演义》了无？回瑞斩马谡，斩马谡。以下个人嘿啊，你几十万大兵的时阵哦，又做错，消灭伊家己人选上来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就个人讲，这战以谢国人，但是呢，伫东北的时阵哦，嗯啊，四五十万大军的时阵，迄个家己选上来，所以应用这句伫提案啊，来提案的人不但无迄个，佫有老巨人家掠起来，管理这个所在，迄个马成峰啦吼，刘伯玉完，祝。为什么单行安尼还阁无代志？以后阁会让派来做吼，当然长官阁会让底下做个迄种吼，这有点内幕啦。这今天上课不便讲了吼。这个其中老蒋个甲单行诶特殊的关系吼，这我还没有公开啦。这因为今天课堂我不便公开吼，以后我们执政以后，我来公开，非常精彩。我过来吼，就是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蒋纬国做迄个司令的时阵了，也看一个副司令，装甲副司令有无？郑少华，伊名叫赵祖华，遐姓郑啊。伊伫个阅兵台时呢，把战车拢用来，要笑话迄个蒋介石输出北伐呢啦。伫台顶讲到嘴甲全人破啦，吼、哦！结果的时喏。边边一个迄落保安官啊，官跳出来吼，围只枪甲抢起来，总啊堵掉了安尼啦，这保安官伊内底，甲堵掉了。因为现在无判死刑，因为迄阵啊战车要开出来吼，唔是针对老蒋诶，是要针对迄阵啊老贼啦。安尼知吼，老贼吼，就是迄落四千几个，甲咱食了米诶遐国代啦、立委啦、干委啦，伊要对付老贼啦，所以老蒋诶无甲判死刑。就是迄个副司令吼，过过来，即干即来只，就是迄个苏东客，迄、那个馆长的前任的苏迪芬有无？苏迪芬因爸爸啦，就管理即个所在呀，吼，啊过来，就是阮吼，我即个所在简单你知啊，就是仁义礼智信，就即个所在只，阮个了要过六道以前吼，有各个集中在一起，就管理迄、那个。这边的时阵吼，另外一间，阮是咧食两顿啊，早时啊十点，下晡时啊四点，人讲食三顿哦，阮的确伫遐食两顿，食钱拢互遐白色的，都非常可恶啊！你三顿敢拢白起了，白见咧，佮菜佮歹，六个人一盘仔菜，吼、哦，所以你都唔知影，阮较早伫白色广播内底吼，迄生活的时阵吼是有够歹的，对啦，吼、哦。在这个所在家，哥把见呢三日是该辛苦啦。按照三日啊，因为伊早时啊，甲一晡时啊，迄水吼，一个小水池啊，我内底带一二十个人啊，而且小水池啊，迄水边好高，
拢一人呢分两面桶的水啊，好、哦、固定的哈、哦。啊，我洗一面桶，啊，这面桶照你，即摆三日后呢，哇，我照你的水，你去还我，安尼我来让洗一身躯啊，吼、哦，啊个忙个呛人哦，下家内裤刷洗洗的呢，啊，内底无啥物内衫，因为来热啊，啊，唔是讲有冷气啊，但拢脱不起咧，穿个拢这个内裤呢。三日洗一下身躯，口罩洗洗，安尼强嘞，啊，拢照你，照最照你，啊，往你照啊，三日人往你行我安尼，就这个地方哦。好，即马我来阁继续来迄落，哎，都不动啊，哎，停止不动啊，开关有开关啊，有啊，右边吗？哪一边不动？哦，这个动了，还是回到前面来。好，刚才讲的是在这个迄落有没有人理之信哈？绿岛新政府主国防部公布这个家，迄、那个有一个台湾事件哦，各位知影？其中有一个我陆军的同学，啊，因为台湾事件被枪毙掉，六个人，六个人，其中一个判十五年啊。因为是哦，要伫咧坐牢时阵哦，要出来抢台东的电台，然后要发所谓台湾人起来起义哦，要引导国民党的，但是呢，但是失败啊，所以有五个人需要判刑。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无我就讲这五个人安怎样，啊，我变啊救这五个人，到尾啊，下坡去个美国，我人还搁咧坐牢，我伫咧，伫来咧那坐牢，啊变啊下坡出去，哦，这很精彩了，这老的有时间了再说了哈、哦。来，台湾刚棒就是谈到因咧发生事件有无？七公里，一个二月二八，然后呢，讲起当个时吼。迄、那个偏教授，就偏偏面，他经过三几年吼，六个国家地区逃到瑞典。迄当的时阵，台湾几乎吼，要哪讲？有七年个鬼时阵，就七一年，伊拢退出联合国，就那来处理了时吼，我个开始秘密做一个台湾人权备受震撼。的资料秘密寄到日本，甲寄到美国，所以我阁加三档类。有人讲奇怪，我都判十二档尔，才阁加三档变十五啊。啊，因为成绩不错，所以再加三年了。成绩不错，嗯。哎，啊那，哎，不离成绩爱好啊，你啊，哎，成绩不错啊，对不对吼？我加三档类变十五年哦。啊，所以因为时间问题哦，我只讲那时候我把这资料要他怎样，我美国都倒转来经过日本的时阵吼，有一个就是驻日本的代表阿扁的时阵呐，伊的太太吼，迄、那个甲讲吼是什么人？结果我只看啊，就日本这个三宅亲子啦，这个日本保安时阵哦，把我的资料。去过地呢，因为透过日本的外交优待，我的商家日本了后，佮透过美军的军优待、军优待，那个商家美国，美国遐人佮商家联合国，遐有一个 Campbell， 有一个杂志出来，就迄阵啊，1971年迄阵啊，佮出来了时喏，就以后美的这事件会有公开审判呐、啊，就是阮迄个世界公布出来一个转捩点呐、啊。无以来拢，我拢秘密审判的，我拢秘密审判的，啊，所以迄些转捩点以后，了美丽岛事件都公开审判吼，所以公告教育要新生教育所，我搞不哪个来讲，因为时间吼，我能多叙述了啊，金美看守所，好，今天你讲这个白色之恋吼，这个恋是恋与恋吼，有咱咧恋如有无？迄古恋哦，早起咱如烟啊飘恋如啊哈。去练，去古练练，就用这个练了。还用物件来练，哦，像呢，迄、那个道教来的，
迄、那个炼心丹呐、啊，炼丹呐、啊，炼丹用这个炼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来炼丹吼、哦。然后呢，用人、用青春、用生命来炼呢。哎，这个白蛇之炼，住伫中华民国，伫咱台湾呢、啊。所以我们真侪人尝试到这个炼。所以咱伫隔壁国新咯，一个六十几档来，我们生活在政治炼狱之中啊，这个自己炼呐、啊。所以白色之恋是讲，咱生活在这时代看来民主自由，但是这样呢，互你看无是拢恐怖哈。这个恐怖的是你看无，但真安那因用安那呢，用作为一个合法的，其实做着违法的。伊用合法的，你也想，伊真正我要整肃你，我用法刑啊，用法刑互你看无，哎、欸，我是合法的呢，但是在透过法院的时候我谈到讲过啊，有法院，你要做庭长，你要做院长，请示拢系国民党嘅，你无国民党门都没有啊。所以讲法院先开啊，没有错。我打下一局，我就透过法院啊。所以这个政策杀人的时阵咯，那就讲反攻大陆，结果不反攻。你以前我拢为了反攻大陆，做什么挖哥啊？你还想出为怕钱呢？我是靠我命，一盘拍十几档啊。所以我想讲。以后可能有台民政府了，所以我留一个性命去倒转来，你知影无？所以今天我打入台民政府了后，心为什么把所有的拢排除，把以前所谓政党的来拢排除？我即卖一个资深的党员，啊，会员也不爱叫啊，资深的民进党员给了那的嘛？我刚才说明过啊，民进党头是对他有寄望呢，有寄望呢，本土的，但是呢，开始大那些掏干苦啊，你知影无？一个掏干股啊！你讲，你说这个可以会当违法吗？细汉你可以讲啊，民进党的心哦，细汉对不对？吼，掏干股啊，大的掏干股啊！所以唯有台湾会救了未来台湾呢，就我们台民政府。所以你不要寄望这么我告诉，所以在亚东你也双规线、双规线，还拢无好了对啦。我讲个总统咱的时候阿扁都无多啊，对不对？你定位的是做总统无多。阿扁还是就任第二，安那讲你知影无？要台湾要独立的事，你等于无多，我无多，恁也拢无多啦。啊，讲迄时咯，咱就在听着讲你讲笑话呢啊！你无多，你无多，我以前无多，但即摆想起，真正呢？哈，伊讲无多，伊用夹的啊！无多，你有你唔敢讲啊？是安那较无多啊？伊唔敢讲。啊，即摆呢，我们可以体会，有人如果谈民主，你要知影，华理就是这样子。由不得你，我听到讲的，你是人家生啊大苦啊，爸母生起来。我们谈华理就是安尼，所以各位来就任这个来读这个高级班了时咯，希望你来进一步类似的华理点招啊，主权训练，有他们这种需要理事家大的人，有了新的人啊，真侪人外口咧观望啊，大家无好，就是你若行，我若有好就对了，你若行，那得看咱行。所以咱是革命的先行者，各位是家里时代头前都是少数的，追求经历也是少数，所以少数的家里时代头前一定的寂寞，而且孤单，所以咱得在寂寞孤单的一群，来互相共勉，一种对象。